小女孩，你可以跟你的阿拉丁神灯说话了。说话，不要给我装聋作哑。雅琪，雅琪，你不说话是想，如果雷君安听到你的声音，确定你人在我这儿，他会不顾一切的来救你，对吗？雅琪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不说话是为了怕我担心，可是我听不到你的声音，我反而更担心。雅琪，我拜托你说话，让我知道你好不好。君安，我很好，我没事，你不要担心我。雅琪，你放心，就算我死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。君安，不要来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。是。雅琪，雅琪。没想到你的女人对你还真是有情有义啊。宁愿自己受苦，也不愿你来救她。绿玫瑰，你到底要对雅琪怎么样？你这么想知道？玫瑰，绿玫瑰，现在赶去雅琪家，一定已经来不及了。等一下，舒雅，查到李玫瑰的正确发话位置了吗？一直追踪不到啊。我怀疑他使用的是卫星电话。玫瑰到底还有多少招数？现在通话状况如何？通话已经结束了。通话已经结束了。那么赶快快点，以免雷居然会跑走。雅琪，教练，主任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雷居然已经离开了，初步判断雅琪应该是在家中被绑架的。主任，从雷居安跟李玫瑰的对白当中发现，现在雅琪的状况应该很危险。通知监视小组过来采证，我们一定要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救雅琪的线索。啊，是主任。各位，这位是新来的检察官。简少轩，大家好，我是简少轩。相信你们对他都不陌生，我就不多做介绍。今天找你们来，最主要的目的是，早上医院通知我，受伤的远景已经清醒了。主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还原劫球的真相了。除了还原劫球的真相，我认为还可以利用已经清醒的远景来威胁赵东武，逼他供出玫瑰集团的最后根据地。雅琪现在状况非常危急，我们动作要快。任务分配，舒瑶，美方请问。是主任。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肋骨断了不是开玩笑的，身体养好再说。
医生说我的肋骨只是小伤，没事的。加入闪电组，最重要的就是服从。是主任。主任，我在李玫瑰身边这么久，我最了解她的思维模式。她不可能将最后的据点交给像赵东武这样的人。而且她一心培养我当她的左右手，现在她知道我是卧底，依照她有仇必报的个性，现在一定恨不得扒了我的皮。如果我现在出去当诱饵，就只是坐在那边当诱饵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一定可以把李玫瑰给引出来。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。好，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家休息，还有把自己打理好，你现在是检察官，不是卧底的。好好打理你的样子，检察官要检察官的样子，你现在不是卧底。谁说检察官不能玩帅？雷君安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什么都爱吃，就是不爱吃子弹。废话少说，开车。你应该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。你要我帮你救邱雅琪？没错。整个闪电组都动起来帮了，你要怎么帮？不要做诱饵，把玫瑰给引出来。不会吧？你竟然跟我想的一样。就不叫酷吗？哎，还好吧？那天还好有你出手帮我，只伤了一根肋骨，没事。我现在不是好好在你面前？没想到你还挺能撑的嘛。那天还好有你护航，为了报答你。我待会请你去吃大餐，我知道附近有一间很好吃的越南餐厅。大家要去哪里啊？别紧张，放轻松，把枪收起来。我没有要去哪里，我真的是要带你去吃份好料。只不过我从小就是个路痴，常常会迷路。我刚一上车都还没设定 GPS， 就拿枪抵住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太相信 GPS， 它常常让我们走很多冤枉路。那可不一定哦，就算会走很多冤枉路，但只要到达目的地就好。哎，香米，你要找到李玫瑰救邱雅琪，不就要靠我这个 GPS 吗？OK， 好吧 ，GPS 先生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去找出李玫瑰呢？出发总要有个方向，你要先告诉我，李玫瑰抓邱雅琪的目的是什么，我才有办法设定 GPS 的目的啊。李玫瑰以为我知道王立威瑞士银行的密码。你的意思是说？你根本不知道王立辉瑞士银行的密码。
没错，我一直知道金门八将在瑞士银行有一个保险柜，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就不清楚了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账号跟密码是分开的。李玫瑰要虎哥杀了王立威，得到了瑞士银行的账号，那你又怎么让他误以为你知道密码？玫瑰要邱雅琪来威胁我，所以我就将计就计。这个保险箱里面应该存了不少钱，不然李玫瑰不会想要非要得到它。怎么说？有了这笔钱，他就可以抢回曾静海的地盘跟威望。但问题是，金门八将早就已经瓦解了，现在的成员不是死了，就是被抓了。至于密码会在谁的手上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就糟糕了。以李玫瑰的个性，如果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要不要再想想，组织里面除了千人八将之外，还有哪些漏网之鱼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还有一位神秘的女人，她叫张雅婷。好，那就从她下手。但是，她早就已经脱离组织，现在行踪已经成谜了。喂，你好，简少轩。库马。好，给我地址，我马上过去。他做什么？库马说他愿意投案，但条件是他要我单独赴约。你答应了？我当然答应了，但是库马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投案，他摆明就是要对我不利。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，就没有办法引蛇出洞。没错，将计就计。嗯，那这样，我去赴约，你在外面埋伏，只要库马一出现，我们就合力逮捕他，逼问他玫瑰仓库的下落。就这么定。抱歉，没想到我这个耳还挺美味的啊，这么快就有鱼儿上钩了。发现什么？库马并没有在餐厅里。在餐厅里面有没有什么异状？目前没有。那你小心一点，库马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他随时都会出现。有插播，应该是库马打来的，我先接。简少轩，我要你为了背叛大嫂和组织里的兄弟付出代价。你不是说要投案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往你的右手边看。看到了，在他的座位底下装有重力定时炸弹，只要他一站起来，炸弹就会爆炸。你要报仇，一枪杀了我就好，为什么伤及无辜？你当我傻子？现在过去直接给你一枪，难道不怕你有埋伏吗？你如果不伤及无辜，我答应跟你走。忘了告诉你，炸弹有定时引爆装置，没有时间跟我抬杠。难道不怕话还没讲完，炸弹就已经爆炸了吗？不嘛。库马，蕾蕾，今天是你八岁生日，快起来吃饭吧！小江，你要干嘛？你好，我是地检署检察官简少轩，现在紧急状况，请您镇定一下，请您不要紧张，你女儿在座位底下。有个定时炸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有事情的，都交给我处理。你现在先过来，压住他的椅子，不要让他离开。好，好，你不要乱动，不要动，底下有炸弹。
边到底发生什么状况？城里面安置了炸弹，我要先拆掉它。炸弹！帮我们附近找一找，有没有库马的踪影？一定要找到库马，才敢安全的拆解炸弹。在十分钟就要爆炸，务必要争取时间。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他了，务必抓住他。好。忠义，马上找防梦小组来！我在直福路银色餐厅，这里有炸弹。炸弹？你开玩笑吧？还有多久时间啊？不到十分钟了。十分钟？十分钟？十分钟？不行啊，十分钟来不了啊！到不了？那你帮我找找看，还没有谁可以帮忙？谁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唐组长，他可以帮你。唐组长。少轩，站在这里，亲眼看你被炸得粉身碎骨，感谢。库马，把你身上的引爆镜交出来，快点！还犹豫什么？如果不想脑袋开花的话，就不要搞什么花样。少勋，我拿到遥控器。就算现在库马没有办法引爆炸弹，但时间一到还是死啊！陈姐，我是唐蒙恩，我已经在往那边的路上了。唐组长，可以麻烦你开视讯吗？没问题。我现在已经把炸弹装置给你看。你有拆过炸弹吗？不久前才刚拆了一个。好，那就好。那真的是运气好啊。希望你这次运气也很好。希望。我这条命就交给你。有个讯号接收器。这炸弹是可以遥控的。你赶快离开现场吧。遥控装置我已经拿到了。赶快拆吧！唐组长，红黑两条线，你看要解哪一条？捡哪一条？现在我想真的没有办法决定。唐组长，你能不能提供我一点想法？制作炸弹的人一定都有他的原因。你是说库马？对啊，他为什么要用炸弹对付你？他痛恨我是卧底，背叛了李玫瑰和他的兄弟们。卧底？有什么想法吗？隐藏线，我看到了。我觉得十之八九就是这条了，读读看吧。
懂了。我还活着。两位警官，今天这一些啊，全部由我请客，哎，慢慢用，一定要吃完呢。哇，这么好哦！哎呦，头家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肉鸡的哦，一个大口袋，你这么吃啊？啊，一来我都打折哦。没有问题啊，都自己人嘛，啊、那有什么问题？干不干不干不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嘿，请慢点。好，李博义。啊，不会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真能凹哎。嘿，简简，这不叫凹，这叫警民合作。唐主任，能找到什么线索吗？炸弹我已经请立真他们拿回去了。不过还是得把炸弹整个拆解之后，分析里面的构造，才能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。这样吧，那等分析出来，麻烦再告诉我结果。没问题。雷俊安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邱雅琪。运气好，对，检察官真的是运气好。那时候有我警戒教科书在，不然他早就砰砰，那鸡鸡哦，本事大了，血崩起啦。听说好像是唐蒙恩唐组长对现场指导的。哎，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好险有我这个警戒教科书在哦，所以唐组长才会适时的帮忙。那行。炸弹都要爆炸了，你怎么还不逃？当时你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啊？其实我想的很简单，这个小女孩长大一定是个大美女，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。不会吧？简简，依照惯例，还是要麻烦你配合一下，做一下笔录。没问题。在唐警官的报告里有写到，这次的炸弹装置除了定时的之外，还有遥控的。没错，库马一心想要置我于死，所以他用了两种引爆装置。不，还有第三种，就是重量。坐在炸弹上的小女孩，只要一离开座位，就会爆炸。但是唐组长带回来的只有定时的，没有遥控的。不知道那个遥控装置是在哪里？遥控装置哦，我想想啊，但是唐组长说，你告诉他遥控装置你已经拿到手了，不是吗？嗯，是，是啊。所以遥控器呢？慌乱之中，好像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。没关系，现场我们已经封锁起来了，监视小组的人员他们会仔细找一找。也许到时候你就会想起来。除了唐组长在帮你之外，应该也有其他人在帮你吧？当然有啊。老天爷！
小女孩，想看你的雷君安，就勉强让自己多吃一点。玫瑰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嗯，不吃啊？你自己是书记官，你应该知道，注射了海洛因会怎么样？你为什么给我打海洛因？那就要问你的雷君安了。只要他能够乖乖的就范，你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。我求求你放了君安，他不能再走回头路，我求求你。小女孩，你这么记挂雷君安，我相信雷君安也一定很记挂你吧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连你自己都不敢看你自己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雷君安看到你，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想要见雷君安的话，就乖乖的把这碗稀饭给吃了，为你自己多保留点体力吧。进来，主任。今天拆炸弹的事表现得很好，谢谢主任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这么晚还跑来找我有事吗？主任，你仔细看一下，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外表准备好了，可是你的心里还没准备。我的心里？等你心里准备好了再来报道。主任，我说过，闪电组最重要的是服从。你如果学会服从，就不会有今天炸弹威胁的事件发生。有去会诊吗？今天早上拆完炸弹，有去医院会诊。那医生怎么说呢？医生说复原得很好。那很好啊。可是我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如果李玫瑰冲着我来，我的伤势还没有复原，如果她真的有心报复，我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这么幸运。所以我觉得待在闪电组会比较安全。我们刚才在路上也在讨论你的人身安全问题，所以我想安排事情大的远景贴身保护。安排事情大的远景在简简身边，除了贴身保护简简的安全之外，我们更相信简简就是破案的关键。你们的建议非常好，李玫瑰已经被逼到墙角了，如果她真要反扑的话，邵小轩会是她第一个想要报复的目标。所以我想安排简简暂时住在世新大的远景宿舍。
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啊，小安学弟，那麻烦你们了。看到库马没有？那傻子，库马早就出去了。现在没有回应。大嫂，怎么回事？伤成这个样子。我去找简少轩了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去找简少轩？大嫂，今天要不是雷俊安突然出现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？你难道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就是过街的老鼠？人人喊打吗？就是知道，所以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要为弟兄们报仇，为大嫂出口气。为兄弟报仇，为我出口气。库玛，警方现在抓我们，黑道兄弟虎视眈眈的想吃掉我们。你现在去找简少轩，身份暴露，万一你的行踪暴露，你知道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吗？大嫂，你放心。要是暴露了身份，任务失败，我一定会自我了断，绝对不会连累大嫂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打你？阿丁已经为我死了，我不能够让你再为我去送死。大嫂，看好邱雅琪，我们要做的事自然都会帮我们做。简简，这边请。舒雅，你又监听到什么？啊，报告林警官，王队，我又监听到李玫瑰跟陈文敏的通联内容。他们最近通话频率是不是很高？没错，比之前高出许多。陈文敏是李玫瑰养的肥猫，现在李玫瑰出事了，他当然也就急了。炸弹的事被简简破解了，现在的李玫瑰会更加的小心。想从库玛那边得到李玫瑰的下落，应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现在唯一能找到李玫瑰下落的线索，就只有陈文敏了。李警官推断的非常有道理。现在雅琪在李玫瑰的手上，李玫瑰这个女人心狠手辣，所以雅琪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你一定要紧盯陈文敏这一条线，只要他们有任何行动，马上通知我们。我知道了，王队。学弟，明天开始多派一些弟兄跟踪陈文敏。知道。让你久等。不会，你们挺忙的。哦，现在不忙了，我可以带你去远景宿舍了。那麻烦你。啊。王队，林警官为什么要带简简去警员宿舍？在李玫瑰被抓到之前，他都会先住那边。真的吗？看你笑那么开心，但记得开心一个晚上就好。是，王队。太阳好大，你这样贴身保护我，真是辛苦你。不会啊，贴身保镖这种工作我常做，只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先借给我。只是没有保护过像你这么帅的。你旁边的女生是谁？先生，你是诈骗集团啊？你旁边那个女的是警察？诈骗也要看对象吧。我身边刚好有一个事情大的霹雳娇娃，你想认识他一下吗？霹雳娇娃怎么会在你身边？他可是我的贴身保镖呀。
了解，我先离开，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看怎么联络。对方把电话挂了，有个事情大的霹雳娇娃跟在我身边，他怎么敢不挂电话？也对，简简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先回事情大吧，太阳太大，我好像有点中暑。那回去我帮你刮痧。元芳啊，早上8点到下午4点由我负责保护简简，那下午4点到晚上12点由你负责。那晚上12点到早上这段时间谁要负责？对哦，李警官说的要24小时贴身保护。两位美丽的女警官在讨论什么？该不会在为了我的事情伤脑筋吧？没有啦，既然你是上级交付的任务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达成。这样啊，那就怪了，既然是贴身保护，那应该要找男警官，为什么要派两位美丽的女警官？我们也不清楚哎。王队其实有提到，他觉得我们比较细心，在保护的过程中才不会漏掉任何蛛丝马迹。这样说起来不像是保护我，像是在监视我。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哦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其实我知道你们长官的用意。你知道？你们不会只是贴身保护我，一定有别的用意。还有别的用意吗？过去我做卧底太久了，心里的压力非常大，现在派两位温柔又美丽的女警官陪我，就是为了修复我的心理创伤。是这样吗？在这边我要非常感谢两位的付出，只是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脆弱，而且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，而且我又住在警员宿舍，两位就不用担心了。简简，你把事情想太简单了。喂，简简，干嘛看到我们两个就这么不开心？没有啊，越多人保护我越开心。哦，对了，美方警官，你们有新的任务？上面啊，要你们去监视移民署那个陈文敏。什么时候？现在啊，王队啊，要我带你们去听简报。喂，不用担心，照顾人是我的专长，我会24小时在宿舍盯着简简的，放心。好了好了，走了走，王队啊，在等我们。袁滚滚，你盯着我看干嘛？我在保护你啊。嘿，人家你要干嘛？想去上厕所不行吗？可以，上面有吊带，贴身保镖，我陪你去。待会我想顺便洗个澡，如果你要贴身保护的话，干脆你帮我洗好了。哦，害羞害羞。还有啊，我肚子饿了，待会帮我带点吃的。医生说我的伤势还没有好，需要充足的时间休息，不然我自己去买好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肚子饿，买点东西吃都不行？不是啊，我才问你要吃什么嘛。我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好了。天天，你莫回来哦。目前没有什么具体的线索。我担心时间拖得越久，雅琪的处境就越危险，所以那边真的连一点具体的线索都没有。李玫瑰有和专勤队的主任陈文明有联络，把陈文明地址给我，我去找他。你先别急，你现在去找陈文明，只会打草惊蛇，坏了警方的部署。我才不管什么部署，我现在只担心雅琪的生命安全。我担心玫瑰会用对其他妇女的方式一样对待雅琪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雅琪一生就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担心的我都知道，知道不代表感受得到。你又不是我，你只会知道我的感受了。把陈梅地址给我，我一定有办法让他说出玫瑰藏身之处。快，给我！我不相信你会对我开枪，
你不要逼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啊。李孝文，李警官，简简，李警官，这么巧啊？你一个人啊？一个人啊？怎么会一个人呢？事情大的远景怎么没跟在你身边保护你啊？还有，你刚才是不是跟雷居安见？你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，我要先回答哪一个？简简，我告诉你，检警人员出动了很多人，就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我劝你不要拿你的性命来开玩笑。别一直叫我简简，这样很怪。以警校级别来看，你算是我的学长，不然我叫你学长，你叫我学弟好了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，学长，不要这么紧张嘛，我只是中暑拉肚子，出来买点药而已。你这样一直耍嘴皮子，真的不是聪明人。学长，如果我的态度让你误解的话，我道歉。唐警官，有查到什么吗？有线索，太好了，那我待会马上过去。学长，有线索。这么关心你，刚才不是还肚子痛吗？一紧张就忘记痛了，职业病。哦，那赶快去买药啊！还是要我帮你打电话叫霹雳加外来照顾？不用，我现在就去买。主任，无论是在李玫瑰的办公室，还是枪杀王妃的现场，或是雅琪的家里，我都采集到相同的土壤。报告里面说，土壤的成分都含有镁矿渣。经过所有的分析比对之后，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细子山区。好，主任，那我马上回去部署大规模的搜查行动。主任，有什么顾虑吗？虽然我很希望赶快把李玫瑰逮捕回来，不过。我现在更担心的是雅琪的安全。主任的意思是，记者们追李玫瑰的案子已经追得很久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大规模搜山的话，记者们一定马上就报道出去了。所以主任，你是怕打草惊蛇？不然这样，我想办法看可不可以把范围再缩小一点。那麻烦你了。这是之前曾静海炸弹的鉴识报告。炸弹里面装的不是火药，是一种会影响人中枢神经的毒品，叫做芬太尼。瞬间吸入的话，很有可能造成窒息死亡。没想到里面会有这种毒品。攻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我会特别提醒他们的。哦，对了。之前清道夫也是用炸弹攻击我们，所以我怀疑清道夫是不是李玫瑰的人。主任，讲到这件事，清道夫使用的炸弹跟这次的炸弹结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炸弹的结构不同，所以我在想清道夫可能不是李玫瑰的人，而且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了，我在想这两组人马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组织。这么说，之前王立威所操控的前门八将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组织。到底要不要把陈文明的地址给我？雷警官，你是前门八将的头，谋略设局是你的强项。如果你真的要救邱雅琪，你真的不应该在这边跟我发火。是我太先进，所以根本就无法思绪。只要想到雅琪，根本就没法静下来。虽然我在这边劝你，但如果换作是我，我可能比你还激动。当局者迷啊，所以我想听听看你的意见。
如果我们不能直接去找陈文明，那就让陈文明带我们去找李玫瑰。根据唐组长的土壤监视报告，我推测李玫瑰最有可能藏匿的地点在汐止山区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李警官王队，那个简简啊，他跟我说他要洗澡，然后洗很久都没有出来，然后我就去找他，结果他就不见了啦，不见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坐下休息吧，没事了。我刚在街上遇到他，他说他中暑，肚子痛，去买药。啊，坐下开会吧。坐吧。简简，我告北吧，一下子去洗澡，一下子要吃东西，肚子痛是什么东西呀？李玫瑰要的是瑞士银行的账号跟密码。我在想，与其花时间在陈文明的身上，不如直接把密码给找出来。只要把密码给李玫瑰，李玫瑰就会放了秋雅琪。问题是，找密码就跟大海捞针一样，没有一点方向，怎么找？但是我一直想不通，瑞士银行的账号跟密码是这么机密的一件事情，李玫瑰怎么会知道？一定是曾金海告诉了他什么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知道曾静海跟李玫瑰说过什么，或许就可以找到线索。没错，我要把消息放出去，告诉外面的人说李玫瑰已经知道瑞幸银账号跟密码。我不赞成，这个方法不可行。这只是你的推论，如果你的推论错了，那只会让邱雅琪陷入更可怕的危险。想当李玫瑰的垫背，就继续查密码。张雅婷，福生，福生，今天是什么事吗？你知不知道站在杯垫上面写字的人是谁？有你一个女人拿小费给我，请我帮忙送杯垫给你。那个女的呢？昨夜。那你知不知道她？对不起，我有客人在叫我了。你这么倔强，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漂漂亮亮的，没想到会为了一个雷君安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，这么不堪啊。你啊，不是普通的傻哦。李玫瑰，不要想要利用我威胁雷君安，他不会上你的当，他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固执，就别怪我无情了，库马。大嫂。解决问题吗？没那么简单。你今天非去不可。
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会想起以前的事呢？
下吗？哦，执行官，戏子有命名的山区有46座，那登山客常去的话就是这20几座而已。我们把热门的登山区删掉之后，范围就变小。哦，意思是说，如果加上唐警官的煤矿因子的话，那就可能只剩下2个山区了。没有错。孝文，主任，主任，你刚去医院看王姐，她不好一点？医生说王菲的求生意志很强，昏迷指数不断的进步，脑的活动力也很强，所以王姐很有机会会醒过来。这阵子大家辛苦了啊。哦，对了，少轩有没有给你们添麻烦？主任，少轩他人很好，个性很活泼，在事情大气氛都很好。没给你们添麻烦就好了啊。主任，根据舒瑶的监听报告，最近李玫瑰跟陈文明很快就会见面，我请舒瑶跟美方他们去盯着他，只要有行动就会跟您报告。那戏子山区的范围缩小到什么程度？目前缩小到2个区块，我们还在做建筑物的位置比对，希望能把范围缩得更小更精准。大伙儿加把劲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把雅琪救出来。出来买个早餐，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带。哦呦，你不要再这样搞失踪啦！我可是奉命要保护你的嘞。哎，我不过就出来和一下而已啊，你担心什么？你这样子跑走，我会被骂哎！你再这样子，我要跟你警官讲哦。好啊，你去讲啊。我想会先被骂的人应该是你，你们李警官应该会说你失职。简简啊，我敢说，简简啊，你不要再玩我了啦！好了，不用担心了，我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，我有危险。哦，简简，话都你在说嘞，我拜托你，你赶快回来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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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中午以前就会回去了。对了，你还没有跟我讲。讲什么啦？讲你要吃什么？哦哟，简简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你赶快回来，我被你玩到瘦了，我跟你认输好不好？哦，你赶快回来，拜托！债根本不到3000万，就这么多了，再多我也没有了。李玫瑰，我走，从今以后咱们最好别碰彼此。以李玫瑰的个性，一定不会这样放过陈文明。一定会杀他免你也算他最容易讲。先生，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刚才有一个女士叫我来给你的。又是张雅婷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认我。你在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哎！我们警方办案讲求的是团队精神，可他就像是个独行侠一样。好，这次他运气好，但下一次。孝文，少轩卧底惯了，很多习惯一时没办法改过来，只要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会脱胎换骨。阿信，我不应该自作聪明的骗你，更不应该拿雅琪的性命来开玩笑。我必须老实告诉你，我并不知道瑞士银行的密码。雷君安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只能放了雅琪。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香香，是你的，是，真的是。我怕。你对司法要有信心。可是司法那么的硬，那么的死板，那么不知道变通，
俊安跟雅琪已经危在旦夕了，司法真的来得及保护他们的安全吗？司法虽然硬，可是他并不死，更不会很急变的，因为他有一群像你和我一样充满正义感和荣誉心的检察官，用生命在维护着。张雅婷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，而且还大动作的警告你，还要杀我？他到底在怕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里面不是大笔的资金，而是组织机密文件呢？王队，你是不是在担心那些来路不明杀手的事？没错。大嫂，外面不知道怎么来了一批杀手。没错，这批杀手用的枪械都是法国序号，李玫瑰不是千门八将的同伙，甚至是千门八将的敌人。千门八将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。千门八将背后还有更大的组织，在润信堂八角库里面，可能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我想要证明自己，我不会再让音乐而受任何的伤害。太危险了，我不赞成。主任，君安还在李玫瑰的仓库里。拜托你派人去救他。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的人已经在那边了，一定会把雷军安救出来。雷军安掉到山坡下了。